我是从高中的时候学的，我从小就有一个这种武侠梦，电视剧啊武侠小说这些都看得多啊。我开始是用油画就画这些画，但是后面我发现用油画可能表现不出我这种特有的这种武侠文化，我就开始尝试水墨画。中国这种水墨啊，它主要是以一种大意境为主，生活随处可见的一些物品来做画，我觉得可能会比用笔的话它表现出来的意境更好。创作一幅画的话大概在30到40分钟左右吧，看着是比较随意的，但是其实整个画面在我的脑海中是已经有构想。唤醒这种梦想，拥有这些梦想的时候，我就能够更积极的去面对这生活。